小指拿给他。酒后被砍断小指，及时捡起接回。只听到他在喊救命，所以我赶快打110而已。情绪有点激动，然后他一直说他的右手，小拇指掉了，就叫我们赶快把他缝合起来。花莲发生酒后斗殴，被打的林姓男子右小指被砍断，他先帮倒地的朋友 CPR， 等救护车一到，左手拿着断裂小指要消防队员帮忙接回去。他帮你报告，我电话可以先救吧，报告完再叫你打他们医院的电话。他说他跟朋友就是喝酒过后有点争执，朋友拿带有钉子的木棒打他，所以说他的手指才掉下来。幸好送医治疗已无大碍，警方还在调查事发原因。突发中心花莲报道。